儿子回来了，饿了吧？饭马上就好啊！你做饭了？那是。哎，电饭煲你都没用过吧？说明书还在里边呢，我就照着做了一个宫保鸡丁和，糟了。 吃三明治吧。儿子啊，这个 T 恤是大川的吗？不是，我的。你自己买的？你不是只穿一种 T 恤吗？买碟送的，动漫周边。嗨，那我捐了啊。等等。质量挺好的，留着吧。